地论古今，卖词也需要创新，穿破征言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道弟，救救桃园三结义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，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，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爽，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歪唱，入云楼高三圣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，母夜叉孙二娘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，花和尚鲁智深带着链子开大奔，年年罗阮小七成天成熊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立也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，青龙白虎身上印，有火星那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，铺天雕是李应，身上80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，神火将卖定国，为了金钱演全裸，跳街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逃东望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一浪高过另一浪，以上全部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，小晴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，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新大人，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鬼就把谁带回家，谁在宫廷